我们先拿个螺丝刀从这里放进去，然后撬过来就出来了。这里也一样，放个螺丝刀，然后一撬过来，一拿就出来了。后面再把个薄片对准，放好进去，三叉看好，顶上去，对准，然后这个位置对好这个洞。螺丝刀跟拆的时候一样，在这里对好一插进去，然后就是上这个铁片，这个位置是在这边的，弄点这里弄点，然后这个洞一定要对好这个洞，好，听到这个声音响了之后就进去了，然后再拿这个看准这个下面这个洞，一定要对上这个洞。手一顶一下就行了，然后再拿个螺丝刀插在这里，让那个铁片不会掉。然后这一根这里一定要对上这里，先放这边。然后这里一放好进去，先把这个位置放进去，把螺丝刀拿开，这里放进去，这里手提着，然后再拿着螺丝刀在这里一敲，过去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